睡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等下数到三的时候，你就吐气就好，放轻松。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。好来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。阿杰，我跟你说拉眼皮，我张开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闹了，我张开，张开，哈哈，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！白痴，我之前有去医美诊所咨询过，我的五官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？我就提议说，因为我眼睛比较凸，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这个问题？那他们就跟我讲说，那你就是把额头打凸一点，把眉骨打凸一点，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凸了。可是我就是觉得 what the hell， 这样子的话，变得我上半部很凸，那我下半部怎么办？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，那你就可以把鼻子打高一点，然后你把你下巴拉长一点，就可以打蓬一点的话，那你整个人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凸了。我真是 what the hell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还会像人类吗？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话，我可能会变。Nick, when I turn red, say something, and I'll mix it into a song. Here we go. 今天教大家如何像一个美国人讲话。第一 ，What happened?What happened? 这完全错误，你要爆自信的，像美国人一样爆自信说 What the f- is going on? OK， 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 ？Do you understand? Do you understand? 错误。You feel me? You dig? You feel me? 好，第三个。I don't have money. I don't have money. 不够拽。I ain't got no money. I ain't got no money. 喂。整个氛围就滋儿一个就上来了。